美女，你能带我去趟厕所吗？我去，什么人啊？差点骗女生！不能吃药，你给我滚！撒你我！我的天啊，这男的好帅啊！客人在二楼包厢是吧？好，我马上过去。那个，你能带我去厕所吗？不能。啊，高档夜店的牛郎就是不一样。哎，不对不对，沈清清同志，你已经订婚了好吗？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待会儿我去华山待。这次团建，一是庆祝我升级部门经理，今天我心情好，全场由我宣布伟大。Sometimes the bomb might explode without any warning. 哦，大哥，敞开我！罗曼尼康帝，十万一瓶的酒。这加起来得几百万了吧？这学房到底贪污了多少？第二是介绍我的宝贝跟大家认识。金安哥，哇，这份子的宝贝真是一小人才啊！亏我公款帮了忙，还真是不要脸。这就是我的宝贝陈总啊！陈总，你口口声声说加班，原来是背着我当牛郎。什么是牛郎？说的好听叫牛郎，说难听点就是出来卖的。哦，你认识他吗，宝贝？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沈青青，你给我听好了，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拜托你能不能不要再像个变态一样纠缠我了？我像个变态一样纠缠你？沈川啊，我沈氏要给你买车买表，订婚婚期的20万都是我出的，你说我纠缠你？你少胡说八道！宝宝，可千万不要听这个鬼女人瞎说啊！川，我当然不会相信的。沈经理，我说的都是真的。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又怎样？又不成，就像一盆散沙，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这个穷酸样，哪里配得上我们家宝？你们这个，我跟你们拼了！不准欺负我家宝宝，住嘴！恭喜您触发物价贬值系统，从即刻起，世界物价贬值100万倍。宿主不受影响，祝你好运哦。刚刚发生了什么呀？沈青青，爱情也是要凭实力说话的。来，给我摁住！放开我！你说你给陈卓花了很多钱是吧？我这就还给你！放开我！还挺厉害！你给陈卓兰花的钱，我可都还给你了。今天你就被开除了，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走，换个地方继续喝。他妈的，真当我沈晶晶是 Hello Kitty？
咱们把他给我滚出来，要不弄死！你要是能来找人给我下药，所以我已经先被办了。啊！你不是今天那个牛郎吗？快，别跑了！别走啊！ 滚开！你怎么什么？陈仲安都可以当你了，那我也可以有血牛了。不就是个鸭子吗？这是什么？哦，我知道了，你这叫玉具。 你，嗯，去还你，嗯嗯。我搜索你找了吗？找了一晚上了，还没有找到。哎呦，这点事都办不好啊！你们吃屎啊！ 继续找！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这叫欲拒还迎？ 喝酒要命啊！怎么还出来个牛郎？是他？他怎么？对了，如果青莲中招了，真会是个好姑娘。 师傅，多少钱？他什么意思啊？是管我要嫖资吗？完蛋了！我只带了这么多钱，这种极品肯定不止这么点。我就是这么多了，拜拜。哎，你等等！100元，整个蓉城能拿出100元现金的人也没几个。 然而他不是傅毅的人。小副总，给您下药的那个人已经解决，您的身份并未暴露。另外，如你所料，傅氏亏空的项目正是您的叔叔傅毅懂了手脚。现在情况怎么样？大部分投资被傅毅拦截，想要填补窟窿，还需要2000现金。2000元，马上调动傅氏海外储备资金。另外，过滤一份。 荣城投资人名单，明白。荣氏当前仅有一人，能直接调动2000资金。今天凌晨，空降世界富豪榜第一的首富，据说光流动资产就在3万以上。首富？有他的详细资料吗？目前还在调查。这女的像是我姑父。小副总，您说什么？啊，没什么。 再帮我调查一个人，叫沈青青。沈青青，查到了，这么快？他刚刚实名向集团投诉旗下的一家婚庆公司，现在人就在那边。嗯，我告诉你，我已经举报了，你们这破店就等着倒闭吧。小姐，请你别再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这订婚要我花20万，你们只能退1毛。你说我无理取闹？ 20万，小姐，你脑子有毛病吧？你如果再胡闹，我们就要报警了。你谁来了？
这不是沈静听吗？怎么跑这儿来发疯呢？哎呦，谢总，您来了，来这边请。咱们不踩了啊！哎，宝宝，宝宝乖。陈庄，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不是小爱角色我的退款吗？就你那三瓜两枣的退款，老子不稀罕。三瓜两枣，那可是20万！我警告你啊，别再无理取闹。谢总，您的超级至尊 VIP 套餐已经准备好了。嗯，超级至尊 VIP 200万的套餐呀，沈青青，你这穷样，难道是来找重案乞讨的？哎，竟然这样！我是舍你1块钱，哇，居然是1块钱！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1块钱，赶紧拿着钱滚吧！不要再出现在我重案的面前。劈腿的还整这种艺术来羞辱我？沈青青，这可是真正1块钱啊！你别不识好歹。我伺候薛峰到现在都没拿到几块钱，真是便宜你。你不要欺人太甚！我虽然穷，但也没有穷到能被1块钱打发。沈青青，是你？你怎么找到我的？呀呀呀呀！这不是云海牛郎的衣服吗？沈青青，吃的倒是不赖啊，不过可惜了，他只是个低级牛郎。你说谁是牛？咋啦？说你呢？又当又立给谁看啊？他才不是什么牛郎，他是我的新男朋友，他在大公司当高管，年薪100万的那种。百万？他还真是张口就来。年薪100万，沈青青，我求求你吹牛之前能不能打打草稿啊？我家宝宝才是真正的富士集团高管，他年薪也才15，年薪100万，你当中全是你家呀？年薪15万，可我这么寒酸，就这么点钱还包牛郎啊？薛嫂，你这是吞了多少文化呀？富士高管里还有这号人物？屌丝就是屌丝，不过呢，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像你这种没钱没权没身材，要啥没啥的老处女，不包一个牛郎，恐怕自己一辈子啊都嫁不出去。谁说我嫁不出去啊？我跟我男朋友已经谈婚论嫁了，今天就是来改婚庆套餐名字的，待会儿我们就要去旁边的民政局领证了，对吧，亲爱的？领证？看在早上100块的份上，我求求你了，是吧，亲爱的？走吧，亲爱的，我们去领证喽。月经对不起，我居然真的把证领了。他给我100就是为了和我结婚，不过傅毅一直试图往我身边塞人，这样也正好断了他的念想。行，沈青青，就为了一个面子把自己都给卖了是吗？这么狠劲？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钱眼开吗？宝宝，他凶我。没事，阿团，我们还要准备公司年会呢，我们不跟这种下等人一般见识，下等人浪费时间。啊，对了，沈青青，你还不知道吧？这次年会啊，公司的老总们都会来，我们部门全员升职加薪。可惜啊，已经被开除了。啊，被开除了？走吧，宝贝。公司年会的人怎么都会来？那这么说，那个小副总，薛凤心吞公款，我混进年会找小副总告状，说不定能把他拉下来。你刚刚说小副总，他怎么了？哦，没什么，今天谢谢你。对了，你怎么来这了？哦，我是想来把这个还给你。只有100块钱，还专门的盒子仔细包装了，不愧是专业女巫，
这手段一套套。不用啊，说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可你不是刚丢了工作吗？说到这个我就来气，要不是那个小副总不作为，我至于被成这样吗？可是我听说小副总有很多实际，没那么不作为嘛。薛凤那样的人都能半年从主管升到部门经理，我这样的优秀员工反倒被开除，他哪是不作为，根本就是眼瞎，对不对？对。你看什么？后面有什么东西？你干嘛？你脸上有虫子。好，来，还有吗？可以走了。我等会还有个面试，我先撤了。你不是专业女王吗？怎么还要面试啊？最近行业不太景气嘛，我先去了。看来每一行都不容易啊。说到了，还是我看到了。刚才那不是傅斯理吗？他怎么会上豪车啊？喂，你好，是沈小姐吗？我是荣城银行的经理，我想向您介绍一下本行特地为您定制的巨额理财和投资项目。我就3万5的存款，这叫巨额资金啊？诈骗也知道做资金库，最近骗子电话怎么这么多？什么世道？难道他骗我去面试，其实是为了接客？哎，别乱想，打个电话问问不就是了。喂，副司理，你上车了吗？他上公交，面试结束会比较晚，你不用等我。说谎不打草稿，果然是去接客了，早知道不给他转钱了。男人，没给好东西。谁的念头？小副总，这是沈青青的全部资料。家境和工作都十分不同，还被前男友嘲讽穷鬼。却能拿出100元现金，这个沈青青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似乎查过没有？已经派银行经理联系了，但是被当做了骗子。不过我已经安排人起稿合作邮件了，希望首富愿意跟我们联系。这件事你仔细处理，去华远别墅。是。狗男人，一句话都不能信。不过本来好像也是我拉着他结婚的，我又养不起他。也没有办法怪他。你好，我是富士集团海外分公司总经理的助理，仅代表总经理向您发出合作邀请，诚邀您参加我司即将举行的投资会，若合作达成，可承诺您高额报酬。诈骗短信，还富士集团，当我傻子吗？合作，你先威我50，看看诚意。小副总，新首富那边有回复了。他怎么说？温恨诚意就要50，这首富好大的口气。召集我所有新副开会决议。谁给我这么多话费？这不是我不用办这张卡吗？不会是刚才那个骗子吧？刚才的50是你打的？没错，这是我们小副总的诚意，同时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了招待晚宴，还请您务必参加。现在的骗子都学精了，还会蛇一线放长线钓大。不用这么麻烦，不如明天我们约在富士酒店见面，到时候再谈细节。死骗真敢学，就等着干坐一天吧。太好了，小副总，新首富约我们明天在酒店详谈。看来我们之前的冒险是正确的。诸位，看新首富的口吻，跟我们公司合作的几率很大。
现在放出来。明天公司的年会也要在酒店举办，重新布置年会会场，务必要让新总副看到我们合作的场面。是。怎么，有话直说。小副总，您为什么要在夫人面前隐藏身份呢？沈清新的身份现在还有很多疑点，在彻底查清之前，我还不能暴露身份。原来如此。年会之前继续按照我之前的计划行动，另外继续调查沈清新身份。是。哎，副总，你有什么安排？今晚那位新省副可能光临富士酒店，给我盯紧来这里的每一个面孔。您说的是那位空降榜一的新首富？没错。哎，好的，明白。另外小副总怎么安排呀？傅司礼多年没回国，不知道国内的局势，没有人认识他。不值一提，你只需要注意新首富，要是能争取到他，傅司礼不用放心上，整个富士集团都是我的。哎，好的，明白。宝宝，你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别妨碍我工作，你先进去啊，好好表现。我知道。嗯。薛经理，好久不见了。又变漂亮了。首富是吧？要是能得到他的青睐，我立刻踹了你这个老女人。朱老板，朱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咱们荣城新出了一位首富，你听说了吗？你是说那个存款有3万5的那位？哎，就是他，据说还很年轻呢，好像才只有20多岁。哟，20多岁，这恐怕是哪个世家出来的吧？哎，听说今天咱们那位小副总也要出席了。他呀，哎呀，虽说他出国多年，能力不错，可是他一直没有管公司的事儿，这次回来呀，恐怕也是于事无补啊。就这群歪瓜裂枣还想傍上首富，做梦！不过首富要是女的话，嘿嘿。哎呀，刘经理，蒋主管，久仰久仰。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小副，也不知道他来了没有。我吩咐下去了。一切都安排好，留意所有陌生，首富可能就混在其中。是。你先下去，按照之前吩咐的进行，不要暴露身份。沈芊芊，你怎么在这儿？之前薛凤不是说今天老总们都会来吗？就想着跟那个小副总告一状。你怎么也在？我来这儿有点工作。工作？刚才他旁边的分明就是之前那个开豪车的女人，他不会是来陪客的吧？你该不会是沈青青？你不是被开除了吗？怎么混进来的？哟，还带着你的那个低级牛郎，不嫌丢脸呢？你不也是个牛郎吗？你能来，他为什么就不能来？我可是一个高级，我家宝贝亲自邀请我来，跟你们能一样吗？哎，老王，来了，哎，都来了，看到没有？我家宝贝跟随的可是副董事长。我怎么听说老董事长准备把董事一席交给他的孙子小副总来接啊？你说那个空壳总裁小副总，他也配？我告诉你，那个黄毛小子常年在国外，除了公司的老副总，没人接触过他。他现在把公司的生意搞得全是纰漏，现在只有傻子才愿意跟随。哼，我跟你这种低级牛郎，说了也白说，自己玩去吧。刘总，刘总，你好，薛凤的未婚夫。不就是爬了个富婆的床吗？嚣张什么呀？情况比想象更糟，不能再等了。您到富士酒店了吗？到了呀。我现在在宴会厅，您在哪里？这死骗子还真敢来！我也在宴会厅，你是哪个？
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真正男友了。我现在情况危急，急需2000元资金，还请您郑重考虑之前的合作，我方并不会让您吃亏。这死骗子戏还挺多，我有个2000块至于？行，看在你50块的诚意上，我同意跟你们合作。他同意合作，这对新手和真实手环，这样一来我就能占据先机了。今天是富士集团的年会，也是傅毅经理在富士集团任职的第15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傅先生即将接替病重的老傅董，成为富士集团新任的董事长。富士集团的董事长也站在赶往年会的路上，之后他们将代表傅老先生正式将董事长之位交给傅毅傅总。哎，难怪之前听说年会会有大动静，原来是这个呀。等等，不是这总裁的位置不是小副总？哎，小副总的重要项目出现亏空就要被赶出管理层了。完了，这下没有办法告发薛峰。哎，你干什么？据我所知，富士集团并未下发撤离，魏经理何来董事长？这牛郎怎么就上去了？难道是为了帮我出气？这人谁呀？我是小副总的代言人，魏经理，请回答我的问题。他不是牛郎吗？什么时候成了小副总的代言人了？你一个云海的牛郎也敢在富士集团的年会上大放厥词？牛郎？这里怎么会有牛郎？多谢这个小兄弟啊，让我有机会在这儿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我有个老爷子把董事长之位传给了我的侄儿，但是我这个侄儿不争气呀，在重大项目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2000块呀。2000块这么多，这2000块差点让公司破产。我很心痛，老爷子也很失望，所以把董事长之位传授给我。2000块钱都要当众批斗，这富士是要倒闭了吗？那没事吧？区区2000块就急着算。你怎么知道小副总没有回旋的余地的？那可是2000块呀，除了首富谁能拿得出？2000块只有首富才能拿出来，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就算你身后的小副总能拿得出，不好意思，就剩5分钟了，董事会交接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确不是首富，但我已经替小副总跟首富达成了合作。你说什么？你已经联系上首富了？事实上首富就在现场。喂，微信支付收款2000元，到账了吧？我昨天给你发了2000，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才到账。你真给我转了2000块？骗你干什么？都看好了，我没有撒谎。随手转账2000，它究竟是什么来头？无论如何，2000元的亏空已经补上，各位还有什么异议？糊涂呀，我这个侄儿玩挪用公款这一套。各位不要被他们给骗了，这两人分明就是替小副总做局，公然挪用公款转移到沈青青的名下，伪造亏空的现象。如此不顾富士利益就为拉我下马，这两个人必须逐出富士集团。你们这是污蔑。
污蔑，2000元，这就是证据。大家看看他身上穿的，像是能拿得出2000元的人吗？各位，各位，各位，这个女，我前女友，她口袋里有几个子，我还不知道吗？别说是2000块了，2块钱都拿不出来。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谁拿不出2块钱？他穿成这样，确实不像是能拿得出2000块。这小副总的人也是狗急跳墙了啊！为了上位，连这种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了。副经理，董事会的人到了。喂，沈小姐，您好，我是荣成银行行长，我来跟您确定一下昨天的大额转账。死骗子，也不知道看看时间。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怎么突然联系不上首富？莫非他后悔了？我以为多大能耐呢，原来是虚张声势啊！你一个鸭子也想联系上首富？你失心疯了吧你？看来只能使用 Plan B 了。准备执行攀比，让各位见笑了啊！我侄子这2000块，看来是还不上了。这个烂摊子，只有我傅毅来收拾了。哎呦，还得是傅毅经理有本事啊！哎呀，这小副总刚一上任就出这么大的纰漏，这未来要是当了董事长的话，那还了得啊！支持傅毅经理当董事长，支持傅毅经理当董事长，支持傅毅经理。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不就2000块吗？2000块钱我都能拿出来，你们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沈芊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个样，就你能拿得出2000元？我知道你生气，但你不用这么温柔疏导。我昨天给你发的生活费都不止2000。我看看啊，昨天的转账记录。奇怪，怎么没转出去啊？小副总，海外储存资金已到账。仅仅到账2000元。副总经理，董事会的人到了。好，欢迎董事会。郝总、吴总，你们终于来了！你们围在一起干嘛呢？这俩小毛贼挪用公款2000元做局，我们正审讯他们呢。哦，究竟是这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什么时候2000元成巨款了？我说了很多遍了，那2000块钱是我自己的。那这样吧，我再给我老公转2000块钱作为证明，行了吧？2天内拿出4000元流动资金，整个华国都没几个人管，他到底是什么人？再转2000，你真当自己世界首富呢？不就2000吗？我马上就转。看好了，我可没做什么手脚。怎么转不了啊？芊芊，不用逞强，我有办法对付。不是，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呀？我都说我可以转的，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 bug？ 沈芊芊，你得2000呢，你倒是转出来，再给大伙看看呢。为了大伙，把这两个人给我逮起来，看看到底贪污了多少钱。不必，其实我就是。请问，哪位是沈芊芊小姐呀？我世界首富，居然是1块钱，就100块钱，还专门拿盒子仔细包装了。恭喜您出发物价抵制系统。原来那不是我的幻觉，世界物价真的大缩水了。沈芊芊，怎么可能会是世界首富啊？不可能！王行长，是不是搞错了？他以前就是我一个小小的员工啊！我行已经查阅过沈小姐的每一笔资金，全都合法合规，毫无问题。沈小姐是当之无愧的
世界首富。世界首富，竟然一下子都说到。啊，沈小姐，沈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哇，沈小姐，我是蓝天集团的董事长。是沈小姐，这是我的名片，我这有个大项目，另外有个新项目，把我给外头来。沈小姐在考察。沈小姐，我是林氏的少主，今晚不知可否与您共进晚餐？不好意思，他已经结婚了。对对对，我已经结婚了。哦，青青。青青，喂，对不起啊，青青，我错了。但是你知道，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啊。站住啊！你在说什么呀？对，就是这个女人，她勾引我，我被她的美色所迷惑了。青青，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爱你的。给我一次机会吧，青青，我求你了。什么？又不要脸啊！沈小姐，我可以帮您解决这些恶意骚扰您的人。麻烦你了。来人！青青，再给我个机会！青青，青青，再给我一个机会！啊！没想到小副总竟然和沈小姐达成了合作，我们富氏集团能得到沈小姐的青睐，那可真是蓬荜生辉啊！小副总年轻有为，我当然愿意跟他合作。不过，只限小副总一个人。既然小副总的资金已经到位了。那这件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小副总保留富氏集团董事长竞争名额。郝总，你以前可是答应我的。你是谁啊？我们很熟吗？没想到沈小姐和小副总喜结连理。小副总啊，行长说的应该是小副总代理人是吧？啊，对对。小副总的代言人，您二位结婚真是郎才女貌啊。请沈小姐再考虑一下，把您的资产交给我行打理，我们的理财一定会让您满意，放心的。好吧，我回去考虑一下。咦，王行长，您怎么来了？王行长难道是荣城银行行长？怎么连他都觉得？王行长你好，你好。请问沈青青小姐是哪一位呀？哦，我是沈青青小姐。沈小姐您好，请问昨天您是否在我行转账2000元？沈青青，你们挪用公款2000块，连汪行长都惊动了，恐怕呀，你们下半辈子的余生只能在牢里度过了。你是什么人？汪行长，我是富氏集团的项目经理。沈小姐是我行的至尊客户，请你造谣污蔑。至尊客户，整个荣城都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个标准，沈青青怎么可能会是至尊客户呢？你对沈小姐的造谣，我行法务部会对你依法提起诉讼。您受惊了，沈小姐。您客气了，不过您刚才说什么至尊客户？我没有在荣城银行办理。客户的级别是根据在银行的存款决定的，您在我行的存款金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至尊客户的标准了。刚才系统提示您又支取了2000元，可我行的储备资金远远不够。我本来想电话通知您，奈何您把我当成了骗子。原来那不是诈骗电话啊，不好意思。10张100元的面值，这怎么可能？这里是1000元，请您收好，缺口的资金我会上报燕京总行，马上给您调来。1000元，沈青青，你怎么可能搞到1000元？哦，你盗用公司的公款是不是？行长，你千万别给他给骗了。盗用。沈小姐是新上榜的世界首富，何须盗用你富氏集团的资金？我世界首富？没想到你真的是世界首富。哦，我也没有想到啊。对了，既然我有钱了，以后我养你啊。青青，其实我……其实什么啊？
我跟你说啊，有话直说，不要像沈专那样把我当狗骗的盘团转。要是我真的骗你呢？离婚，我可受不了第二个沈庄。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是牛郎吗？什么时候成了小副总的代言人？小副总投资了云海夜店，可能看我外形不错，就雇佣我当他的代言人。话说回来，领证那天我看见你上了一个美女的豪车，就是刚刚跟你一起庆祝那一个。那个是小副总的助理，他接我去面试的。原来你说你去面试不是骗我啊？不好意思啊，是我误会你了，我还以为你被包养了呢。哎，不过你为什么要骗我说自己坐公交车呢？因为这是小副总计划中的一部分，让我不要泄密。原来如此，恍然大悟。那你以后不要骗我就好。休了，既然我有钱了，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明天姐带你享受花钱的乐趣。走啦。如今我与他的合作至关重要，绝对不能出现差池。对，就是因为这个。这里可是全市最好的别墅区，我早就想买这里的房子了。怎么偏偏是我的楼盘？怎么了？没什么，我们进去看看吧。你们的服务态度还需要继续学习。想之前我跟副总在国外的时候。经理，有人来了。小副总好。小副总好。小副总，他们不会是在叫你吧？怎么可能？他们这是在搞员工培训呢，刚好赶到我们进来，是吧，经理？没错，这位客人，我们在进行员工培训呢。怪不得，我说怎么都站一块儿。你眼睛怎么啦？啊，刚才有小飞虫飞进去了。虫子在哪儿？好。两位是来看房的吧？哎，带这位小姐好好去瞧瞧。您这边请。其他人都去工作吧。你不是在国外分公司员工吗？怎么在这儿？我上个月刚调任回国。小副总，这位是？我其实，但是他还不知道我身份，千万不准在他面前娇羞。小副总，您和夫人这是玩哪出啊？少管闲事，跟我大佬配合就行了。穆斯林，你这在干什么呢？过来呀！哎，那套多少钱？这套是我们别墅区的楼王之一，现在在做活动，只要50元。楼王这么便宜啊？啊，活动价，投资不计。既然这样的话，给我来20套吧。打好了，小飞。您还真是大气，这荣升华庭的房子最保值了，我这20套买下去肯定大赚特赚。你还挺有经济头脑的。那是当然。经理，这别墅装修需要多久啊？我想赶紧搬进去。啊，如果你想立即入住的话，我们这边刚好有一套精装房。啊？少爷好，夫人好。你说的精装房感情就是我们家。这也太豪华了吧，比佣人都配备好了。这毕竟是高档别墅区。正好进去看一看，要是好的话今天就搬进去。经理，这里面都是我的。你们什么？没什么，我是说这种精装房装修都一般，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可是刚刚经理跟我说，这栋别墅可是知名设计师设计的哟。好啦，装修风格好不好进去看了才知道，走吧。等等，又怎么啦？还是说这栋房子有什么问题？没
刚刚经理跟我说，这栋房子已经很久没人收拾了，我们先让佣人呢把不需要东西收拾一下，你很开心吗？没错吧，经理？对对，小先生说的对，听到小傅先生说的没？快去收拾吧，先生。你刚才说小傅先生？这样称呼显得您先生年轻。哦，年轻，年轻。我现在觉得呢，也没什么好收拾，走吧。先生，什么嘛，不就是普通的别墅吗？不过这装修风格我倒挺喜欢的，这套我要啦。好，好的，走吧，回家收拾东西，明天咱就搬进来。好。傅总，您怎么又回来了？小傅总，您的东西刚才我们都藏到地下室了。辛苦各位再仔细检查一遍，把我的东西都放到次卧，绝对不能让夫人觉察到任何异常。明白。切记，在夫人面前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是。终于收拾完了。傅司礼怎么还没睡？明天约在傅氏酒店见面，具体细节见面再聊。这么晚了还不睡？小副总，小副总，小副总，您还在吗？小副总，小副总啊，我刚跟小副总在开员工会议。这么晚了还开员工会议？这小副总太不省了吧！哦，对了，他有给你付那个加班工资吗？工资啊，付了，爸。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可千万不能马虎，资本家都是吸血鬼，小心他 PUA 你。睡觉。小副总都准备好了。事不宜迟，今天就召集董事会开会。是。林小姐，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聊一下理财产品的事情。就今天吧。好的，我把地址给您发过去，我在这儿等您。傅司礼，我出去一下。刚好我要出去开会，要不要让我让小副总助理顺道送你啊？不用了，我晕车，那你就好，拜拜。拜拜。来了。警察长，汪长，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沈小姐，您太客气了，您辛苦了，咱们赶紧进去吧。嗯，小芳，帮客人停车。好嘞，好嘞。谢谢啊。不客气，来，这。小副总，这是五年来富氏集团所有运城账目的汇总。根据调查，傅毅和他的心腹薛凤一共非法侵占公司资金3000亿。薛凤已经被我们押送到了看守所，今天之后我将以公司的名义起诉傅毅。就应该起诉他公司蛀虫。之前在年会上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小副总您不计前嫌，日后我们一定就跟着您了。像傅一这种侵占集团财产的重置，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资料请你过户，我先失陪了。嗯。傅司礼。你怎么在这儿？哦，那个汪行长在这里给我介绍理财项目，你呢？我陪小副总来谈生意。小副总？嗯。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这号人物，他长什么样子啊？他两个眼睛一张嘴，长得还挺不错，还挺帅的。嗯。百闻不如一见，他在哪呢？他傅司礼，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小副总，文件呢？我拿来了。小副总，小副总在这儿吗？我是说，这是小副总要的文件，你带给他。
哦，好的。你是那天那个沈小姐？你好，我是小副总的助理。小副总，小副总，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哎，沈首富也在呢，两位这是在谈论富士集团的新项目啊。敖总，小副总不是不在这儿吗？哎呀，敖总，你可真会开玩笑呀！那小副总不早就走了吗？啊，是啊，敖总哪有什么小副总啊？小副总，难道您还在生年会的气啊？小副总的代言人，我们在进行员工培训呢。听到小傅先生说了没？傅司礼，小副总，原来是这样！你这么骗我，把我当狗耍，很好玩是吗？这么看，你跟那个陈忠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青青，你听我解释。青青，王小青，青青，听我解释。别碰我！小副总有什么话要说，我洗耳恭听。其实，在年会上，我就想揭露身份，是阴差阳错没能成功，真不是故意要骗你。那后来呢？后来过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后来自然是怕你因此逃命，可是。我早就喜欢上你，青青，你也喜欢我，你太……给我去死！小心！不行。傅司礼，傅司礼，你醒醒，傅司礼，你醒醒，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傅司礼，你醒醒，你醒醒啊！夫人，医生说小副总伤得非常重，虽然经过抢救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还是不能确定能否醒来。我早就喜欢上你了。傅司礼，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还没有听到我的回答呢。我怎么可能怪你呢？我只是害怕，我怕有一天你会像陈春安一样不要我了。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只要你醒过来，我保证你要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好不好？我求求你醒过来，我求求你。那你可不许反悔。青青，我们办婚礼。你小副总，夫人，那我就去为你们安排婚礼啦。好啊，你们居然用钱骗我。沈青青，我爱你，我还有没有向你求过婚？你愿意正式嫁给我？我愿意。我不同意。爷爷，你醒了。傅司爷爷，你还有脸问我？刚刚起就听说这个女人勾引了你，还因为她出了车祸。爷爷，你误会了。傅爷爷。我跟司礼两情相悦，我什么时候勾引他啊？你不过是一个被开除的富士员工，知道你用了什么样的狐媚手段爬上司礼的床，但是我绝对不会同意你这种狐媚之人进入富士家门。爷爷，您刚醒还不了解情况，青青她不是普通人。好了，既然您不相信我，那这样，等司礼病好了，我一定会亲自向您证明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面前辛苦，嘴上说的好听，谁信呢？我哎，终于找到了，谁让他推出来的？这位病人，你刚醒还不能出来呢，你等等。哎呀，青青，不好意思啊，我爷爷刚醒，不了解。不过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身份？是因为我想跟你爷爷证明，除了钱以外，我也有价值。好吧，你好好休息吧，我一定会向他证明我自己的。Thank you.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前副市经理傅毅因故意杀人罪与非法侵占公司财产被起诉，其相关者薛某因挪用资金罪已被拘留调查。胡说，听我胡说不漏。你工作找的怎么样？别提了，面试又没通过，投出去的简历都被拒了。你看我这样下去，我还怎么跟你爷爷证明我自己啊？我死了算了。现在工作确实不好找。就是说嘛。要不这样，我在富士分公司给你安排一份工作。真的？嗯。那会不会比较好啊？原先你就是总公司的员工，又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被开除的，没什么不好。那说定了。嗯。谢谢你。好。不客气。公众待会上班。公众待会上班。先回去吧。真的不需要司机送你？真的不用了。我得向你爷爷证明我的价值，必须普普通通上班，千万不能暴露我首富的身份。走了，拜拜。拜拜。按照之前吩咐的安排下去。明白，我们一定瞒着老爷子，让夫人上班上的舒心。诸位，好消息，好消息！总公司刚刚来电话，总裁夫人要到咱们小组工作，多办很多工作，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门口迎接。哎，王哥，那夫人叫什么名字呀？上次说好像叫秦夫人。哎，到时候都给我放机灵点，给夫人留下个好印象。哼，真倒霉，就因为在薛凤手下干了，就被打压下来分公司。朱强那废物也不帮我想想办法。秦好，你怎么在这儿？这不是薛凤的舔狗吗？沈青青，听说你之前大闹慈善晚宴讨要工作，没想到还真被你给要来了。我大闹慈善晚宴讨工作，居然被传成这样了。这有两个新员工，哪个在这夫人身上？这一个骑个小电驴，浑身的穷酸味，另一位一身的名牌，这还用说吗？夫人好，您大清早亲自来上班，辛苦了。夫人，秦可嫁给了这家分公司的老板，难怪也是名牌。夫人，难道是在叫他？不可能，沈青青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哼，甭管他们把我和谁混淆了，白来的地位不用白不用。走吧，带我去宫外吧。夫人，您这边请。还不给夫人拿的包，机灵！凭什么？不行，不能太嚣张了。要是暴露身份，就没有办法安心上班了。好嘞。夫人，您请。虽然比不上我家厨子做的法式大餐，但是你们喜欢就好。夫人，这些菜当然是配不上您的，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已经是难得的一次大餐了。哎，来，咱们一起敬夫人一杯。谢谢夫人。小事而已。哦，对了，这些公司都能报销吧？当然，夫人您一句话什么都能报销。他无辜，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夫人，您这手链是雅克凡宝的限量款吧？一块钱一条呢，太好看了。没错，这是我前天刚买的雅克凡宝纪念款，全球一共就十条。沈青青，这种高奢品我恐怕一辈子都没见过吧。雅克凡宝的全球限量款，那不是我上周给门口小咪带的那条吗？商场不是说我那是最后一条。行可，你这条手链怕是假的吧？就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戴假货呀？土包子，你懂什么奢侈品啊？可是雅克凡宝四叶草的正面应该有四颗饱满的圆珠才对，你这条怎么没有？
前几天我碰了一百，把荣城最大的商场买空了。这个判断方法还是商场经理亲口跟我说的，他说商场都被我买空了，总不能骗我吧？我确实听说这个四叶草手链的正面是有圆珠的，你这条怎么没有？哎，你给我胡说什么呢你？夫人怎么会带假货呢？限量款，限量款，懂不懂啊？怎么能跟普通的比呢？没错，就是这样。我平时在别墅开派对招待朋友，光酒水就要花五块钱，是一块钱的手链，我怎么会买假的呀？是吗？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不如带我们去你的度假别墅见见世面。那手链九成是假货，我倒要看看你这总裁夫人是真是假。度假别墅，我这辈子都没住过别墅呢。夫人，酒水倒也不用，能让我们去长长世面就行。这对夫人您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吧？除非你根本就不是。当然是小菜一碟。行，周末我就带你们去。随便参观吧。哇，这就是富士旗下顶级度假别墅，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来这地方呢，真是多亏夫人了。哎，是啊是啊，多谢夫人了。你们知道就好，有这么夸张吗？这跟我家也差不多。这跟我家也差不多。沈青青，这种豪宅可不是一块钱就能买到的那种小门小户。我之前在富士售楼处工作过，这个小区的别墅最低也要100块钱呢。一百？我买的时候不是只要50吗？什么时候涨价涨这么多啊？要不是夫人来带我们见世面，我们哪能进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呀？沈青青，你可得看仔细了。以你的身份啊，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来第二次了。这个装修跟我家怎么这么像？说起来，我新买的度假别墅跟家里用了同样的装修风格，这里不会就是那套吧？秦可，你确定这是你的房子？当然了，我现在就能把管家给你叫来。喂，管家，我是秦可，你在偷什么懒啊？怎么还不过来？可可，我是你爸呀，你在说什么？我不管，你赶紧过来。可是你等穿好西装，收拾整齐了。秦夫人，各位小姐，久等了，我是这栋别墅的管家。真的是管家？不愧是夫人的管家，看着就专业。沈青青，你还想接着找茬吗？沈青青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好了，管家，去给我们准备一些果汁。谁在外面啊？刚才早上听说今天有富士的高管会来这个别墅区来视察这个装修情况。青青，他怎么在这儿？你是总公司的高管吧？我是分公司的秦可。秀慧，去里面看看吧，肯定有你装修的。这位年轻帅气的就是总裁吧？他跟夫人您关系可真好。关系好？放肆里跟秦可连面都没有见过吧？他连放肆里的人不是吗？该不会是潘高师潘秀仁的吧？你说什么？沈青青，你又发什么疯？夫人，沈青青他骂了你，他说你乱攀高枝。一而再，再而三，沈青青，我给你脸了是吧？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我的妻子动手？妻子，完蛋了！你是沈青青老公，你要算什么东西？这位可是富士集团的总裁，你最好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是小副总，那沈青青岂不是？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了，你竟然装小副总，你好大的胆子！你好大的胆子！就是，这你要真的是小副总的话，怎么会不认识我们秦夫人呢？小副总，我女儿她有言不惭太太，她不是故意的。你真的是小副总啊？秦夫人不是说秦夫人？我分明记得吩咐下去是沈清清夫人，你是个什么东西？哎，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你竟然敢冒充夫人！夫人，是我没有认出来您，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哎，好了好了，我不计较，不要生自己。夫人，您大人有大量，可不像母亲。沈清清，你不就是爬了小副总的床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还真是够孤陋寡闻的，这谁不知道？我们夫人那可是传说中的世界首富。天哪，夫人您竟然是世界首富！夫人，啊不，沈首富，您跟小副总还真是般配，郎才女貌。首富，怎么可能？冒充夫人，假借夫人名义外界接触，好大的胆子！不是容不下你这小副总，我不是故意的，小副总。小副总，沈清清，你看在我们以前同事的情分上，你帮我求求情吧。从此以后，不准出现在副市里。嗯，好了，我们走吧。昨天我也是一时着急才让你暴露身份，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但是这样一来，我又得重新找工作了。刚刚爷爷给我打电话，昨天随从的高管里有他的心腹，听说了你的表现，他对你改观了。真的吗？太好了！但是我还是想找工作，我想证明我是楚有千以外的价值。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实现人生抱负，这些不着急。这话说的没错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再拖了。什么事情？之前计划被打断，我又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求婚计划，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心思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婚礼可真的遥遥无期了。沈清小姐，愿意嫁给我？我愿意。我也不考虑一下吧。哦，对了，助理有定好婚礼场地吗？还没有，怎么？我倒有一种。对不起。Hello, everybody! 欢迎来到我的婚礼，今天全场由我沈静清一个人买单。新郎 ，music，music， 早知道我当初就不答应他们的婚事，这丫头哪里有首富的样子？要不是我年轻的时候被女人骗了，哪里轮得到她当首富？杨董，你这说什么？算了算了，自己高兴就好。哎，开心了。